我们在旧锯木工厂碰上了当地人，我们击伤了他，但他们似乎在周围设置了陷阱。我们目前有一人阵亡，我们正在全面搜查敌人。 小组沿路没有遇到任何反抗，要快点找到当地人，我们得查出真相。 附近的人，这里很安全，你可以出来了。一定还躲在哪里？是血迹，他们受伤了。别动，不准再靠近一步。我不是圣三一的人，我叫劳拉。你的枪没有装子弹，我看得出来枪膛是空的。撞针早就坏了，你受伤了。我得。 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劳拉是吗？我叫纳迪亚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能做什么？外公在晚上溜出村子了，他一定是去巴巴雅嘎女巫居住的邪恶溪谷。我还没来得及追上他，就被敌人给逮住了。在我出生前，女巫杀了我的外婆。外公老是把复仇挂在嘴边，但我从来没想过他真的会付诸行动。 时间不多了，而且我没办法自己行动。我们必须得找到他。我往那边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足迹。谢谢你。通过洞穴并往东方前进，就能抵达溪谷。雅各的族人被迫在这里工作。 这里有条小路，已经很老旧了。劳拉，我在你杀死的侵略者身上找到一台无线电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清楚的不得了。我可以在包扎的同时监听侵略者使用的频率。 听到有用的情报，我会马上告诉你。 纳迪亚，能不能多和我说些邪恶溪谷的事？数百年以来，我们的族人一直将这个地方视为禁地。后来苏联人来了，曾试图在溪谷内建造前哨，但触怒了巴巴雅嘎，然后就全都变成疯子了。外公曾提到过他。 他就住在一间用鸟类双脚行走的斜室里。你相信吗？有鸟类双脚的房屋？我相信外公。他在古拉格劳盖营时，苏联人把我的外婆带到溪谷协助研究遗迹，女巫将她杀了。这件事他永远都记得。就是那俄国民间传说里的女巫，听起来不太可能。小心一点就对了。溪谷里一定藏有什么，那里从没发生过什么好事。
稳住。劳拉，等一下，收到情报了，你得听听这个。掩护单位，请回答。我们要立即撤离。你听到了吗？是女巫。那肯定发生了什么事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要进入旧寺庙，要沿着峭壁旁的木栈道走，那儿应该有绳索可以使用，那条路会直接通往溪谷。这里有个小型营地，看来外公至少曾经到过那么远的地方，溪谷就快了。我想我找到邪恶溪谷，这里好像藏了什么东西，不确定是不是巴巴雅嘎。小心一点，这是他的地盘。不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，不是真的，不可能。我得继续前进。劳拉，劳拉，爸爸，不，这不可能。等等，我很接近了，好吧。等等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条路会通往哪里？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。这不是真的，不是他。
说了，求求你。所有的神话的背后都隐藏着同一个真理。别这样，我只想离开。不，不对，这不是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住手！快住手！虽然你对我来说为时已晚，爸爸，不要这么做。你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会理解的。你是谁？你来看看。从外表推断是苏联人的，那是苏联人研究遗迹的时候建造的前哨。我的外婆是一名学者，他们把她带来这里协助研究，但是外公最后一次见到她。唯一的生还者是一名军官，他在几个星期后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，还说女巫逼迫他们干坏事。最近有人来过这里，遗迹的顶端好像还盖了什么东西。你看到什么？好像是临时搭建的蒸馏室，闻起来有花的味道。可恶，我就知道他在提炼花粉当作武器。纳迪亚，这根本不是魔法，只不过是聪明人使出的诡计。但是等等，如果他只是一般人的话，应该也会受到花粉的影响吧。如果他能够抵抗花粉的效果，那我们也能。
自从这帮混账拆散我、伊凡和女儿，并将我从古拉格劳改营拖到这座奇怪的溪谷后，已经过了好几周。他们要我想办法对付漂浮在空气中的花粉所引起的异常效果。此刻，我相信我发现了可能会有用的配方。我找到东西了，其中一名囚犯将或许能抵抗花粉效果的配方写下来了。这配方一定是从外婆那里拿到的。女巫试杀了他，但只有他的配方才能解救外公，就像他说过的故事一样。纳蒂亚，劳拉，有点信心，快回到我们当初碰头的苏联设施，我会帮你找到你要的东西。好了，纳迪亚，我回到设施了。你建议从哪里开始找起？首先是种子夹，附近的洞穴里开了一些花，但数量不足以让你中毒，所以放心去采，不会有事的。肝脏比较好办，附近的鹿会来吃这些花，寻找它们的踪迹就行了。至于杀虫剂，我想到有个地方可能会有，外公教过我俄文，因此我要在旧装备的清单上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存放杀虫剂的地点，找到的话就会立刻告诉你。好吧，那我先开始收集其他补给品。是花，现在只需要种子夹就行了。劳拉，你一定要听听这个，我帮你连上信号。二号火力小组仍然下落不明，从收到求救信号之后就再也没有进一步消息了，我们得派出搜救小组到苏联设施周边巡逻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当地女孩的下落。二号火力小组的失踪应该和她有关，等我们掌握更多的情报之后就会调动更多人马。收到。你能躲到安全的地方吗？我躲在一间老旧的避难所，外面埋了一些陷阱，情况危急时还可以从底下的隧道逃走，但我还是得查个清楚。劳拉，这对你来说不是家常便饭吗？这种被人追杀的日子我可忍受不了。我也不认为这是人该过的日子，总之小心点儿。外婆笔记里的那个化学物质硫代二苯胺，我想我找到了，他们将它存放在铜矿工厂的下层区域，好在夏天用来对付白蚁。纳迪亚，你确定是同一化学物质吗？我确定外婆的配方提到过这个化学物质，但我不确定是否能喝下肚。等等就知道了，我现在立刻过去。找到了，我正在混合药材。有巡逻员的消息吗？刚收到另一则情报，他们正在移动。他们现在在哪里？糟糕，他们正朝你的方向推进，你应该避开他们，不过恐怕来不及了。真是抱歉，劳拉。可恶。
看解药灵不灵吗？说真的，我对这一点也不期待。如果有效，我就研制一份，然后去西谷找你。到了之后再跟你说。只够做两份，我可得小心点。纳迪亚，解药有效，一切看起来或许不能说是正常，但至少和上次不同。太好了，我也帮自己做了一份解药，而且如果我们找到外公，应该也够他服用了。我现在要去和你会合。是稻草人，原来如此。这不可能是同一个地方，我先前还在这里迷了路。纳迪亚，你对这里的遗迹了解多少？女巫还没在西谷落脚之前，我的族人就已经不敢靠近了。之后开拓者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神庙，结果通通遭到不测。几百年来再也没人去过那里，小心点儿。就算先前你看到的景象都不是真的，那个地方还是相当危险。只是狼，可恶。现在在第一座遗迹，它看起来不像是神庙，好像有其他的用途。我看到了绳索和木头装备。开拓者在山谷内建造了许多缆车，用于山与山之间移动或运送补给品，但那些装置早已破烂不堪。你看到的一定是缆车，试试看能不能到达顶端。我马上就到，我现在在峡谷里，到了之后再跟你说。快跑！
年来女巫让缆车保持着运作，有些地方好像还加固了，但是那些绳索恐怕撑不了多久，只要能再撑一次就行。两次，最后我还是想离开这里。你说的女巫很奸诈，溪谷内的一切是按照巴巴雅嘎的传说精心布置的，就等花粉发挥功效了。我上次看到升降机的时候，它长得可不是这个样子。你看到什么？就像传说中的一样，用巨大鸟类双脚行走的房屋，没有花粉，只不过是个破玩意儿而已。我很抱歉，我太相信外公的故事了。他是俄国人，对于传说相当熟悉。纳迪亚，你的外公很可能会知道他是谁。你说过他曾是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。我没这么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外公是名守卫，我的外婆才是囚犯。他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，他们把他带到溪谷研究遗迹里的事物，但接着女巫就出现了，外公一直不肯原谅自己。杀了女巫也无法换回他的性命，这些我都懂，希望我们能及时找到他。纳迪亚，快来！不，纳迪亚，怎么回事？应该是花粉。来，吞下这个。外公，你听得到吗？我尽力了，我救不了他，我尽力了。嘘，已经没事了，我留下来照顾他。劳拉，该出发了。你只剩一份解药，可别乱用。一定就在里面，总算到了。失踪的二号火力小组士兵，他们在这里。我需要最后的解药。就剩这一份了。
是真的，继续攻击。
他。够了，快住手！我知道你是谁。我能想象你经历过什么才得以生存。你根本什么也不懂。一切都过去了，以后就不用忍受这样的日子了。塞拉菲玛。伊托提。可是，你已经死了。他们告诉我，你早就死了。他会没事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没那么容易解决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。家庭从来就不简单。啊，我懂，我懂得很。劳拉，谢谢你做的一切。我在四处走走看看，给他们一些独处的时间。我把里面最后一个锅炉关了，放心，慢慢研究吧，不用担心幻觉。